上怎么看啊？就是说你身上的伤，好像妈妈很关心，叫你要多休息。我心里一定是关心的，不过还好，已经都三个多礼拜了，该痛的都已经痛完了。啊，你一开始什么都没讲。又不能休息，还是要上班啊，继续工作啊，问好问。妈妈请你去看 X 光，照 X 光。不用不用，自己来。好了好了，下一题，不要问，不要问私人题目的。会不会其他议员有谣传说他来台北选市长？不过现在好像其实民进党这边蛮乐观看待他上来选，因为他认为说这样可以造成蓝营分裂。你觉得这样子他来的话，会不会是一件好事情？我跟你讲哦，你怎么问我，答案还是一样啊。做好自己的事情，每天要大家一起出来哦。我都正事都不要干了，是。他送竹笋礼盒给所有的议员。听说我的水果也有吃到了。啊，你有吃到吗？没有。因为李庆峰现在煮了一桌竹笋大餐。对啊，听说我的一张竹，我的水果顺便去吃的嘛。市长刚刚有讲到说，把自己事情做好嘛，那你有自信你可以做到好，让民众市民2018再投你吗？那这就是自己要努力的、啊。你觉得你自己还有哪里要努力吗？有啦有啦，我们其实打天下最重还是人才，慢慢要找更多的人才来。可是市府很多人都离职嘞，所以更要找人才啊。最近没有离职吗？没有啊，最近没人走了。你刚跟梅建华在聊什么？太逗了，那是见面是聊什么那时候的？好，这个国家机密不要问。最近美台关系有聊到吗？这个没有，这个其实我们跟 AIT 定期都会见面的。好了，台北市长跟 AIT 见面是聊什么？都是不适合告诉你的。最近台北市长选举啊，那你觉得朱立伦啊，他有没有这个勇气，或者说有没有选台北市长？你会他有没有勇气，我怎么会知道？就是问他才知道，所以，哎呀，这奇怪，这个编的是不要来问我、啊，这个谁要来选，这个也不是我决定的。你觉得他是个强的对手吗？那、啊、其实这个强不强，这都是相对的吧？这个这个要怎么回答？这很难回答。